买是非常非常喜欢中国菜，所以他一来中国都会就会吃很多很多。可是中国活动的时候，菜就特别买这个。变胖，所以在中国活动的时候就会变胖。那你可以找一个中国女朋友啊，每天就可以带着你，然后可以给你做很多中国菜吃啊。중국여자친구가생기면이렇게중국요리도해주고좋지않을까요중국媳妇对不对？中国媳妇也很会做菜。중국에장가간다고이렇게今天的少女这么激动。네요즘좀외로워서예좀만나고싶네요最近比较孤单，然后想要一个女朋友。哦，所以中国的歌迷有机会吗？中国会做饭的。중국의요리를잘하는팬도기회가있겠죠네그럼요当然了。对啊，其实因为中国有很多地方嘛，然后有很多的菜系，比如说有川菜，对不对？然后北京菜啊，东北菜。然后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菜系，广东菜。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川菜，你就找一个四川的女朋友啊。然后喜欢吃东北菜，你就可以找一个东北的女朋友啊。当然只有一个哈，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找。중국이이렇게넓잖아요지방마다다특색요리가있죠그래서예를들어서사천요리를먹고싶으면그냥사천친남아여자친구가그냥만들면되고만약에다른지방의요리를먹고싶으면그냥그지방의여자친구만들면된다고그렇게얘기했어요只能选一个啊，不能那么贪心。不能选一个，还是说你是全部都想选？아니면지방마다다 MC 분이그렇게하시냐고你是这样的吗？哦，我不是，我只能选一个。哎，한명만고르면人真的哎，真的，我发誓好不好？真的只能자기가그렇게하기때문에저런말을할수있는거예요질문할수있다고他说因为只有你这样做了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哦好了我最近也比较孤单외롭대요외롭대요